幸好我是金公公瞧懂的蛇无肉最好的情况，这空气清化器天风空调，桥洞的两个桥上两个桥脚的这个什么，这小仓库两个衣柜，这个是冰箱四个橱柜，这冰箱打开看一下，冰箱上这水车电磁炉灶滚筒洗衣机。这个是鞋柜，很大的鞋柜，很大。在卫生间里面进去看一下，洗脸台、马桶、洗脚这样放里的，洗脚放里。在卫生间出来了，那么我们主要是看，就看一下这个东西。在进去看一下，这样上，打开，棒棒棒，1米2。高1米2的，就1米2，站，是个球盔，早上起来的这样的，这里放沙发也可以，出去一下，出去一下，好漂亮，出去一下，这就关，是吧？进去，这个出来，好用，设计好，好用，这我是金公公。